已经有段时间未被提起的金色，在2012冬季秀场上又重新掀起了一片热潮。区别于往季，这一季的金色服饰从面料到剪裁都有了新的变革。除了采用传统的亮片、薄纱、皮革等材质，还增加了褶皱、镶嵌等设计手法。华丽耀眼的长裙、高贵大方的套装、金属质感的短裙，不管是哪种，今年冬天的金色服饰都能让你成为人群中闪耀的亮点。设计师 Alexander Herkovich 喜欢尝试各种各样的风格，每一季他都能找到新的设计点让我们眼前一亮。这一季他将金属色定为主色调，让原本极简风格的服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美感。圆肩设计的金色皮革外套、巴洛克式的蕾丝蛋糕裙、简约质感的花边七分裤，完美塑造出未来女特工的时髦感。本季 Bagley Miska 的灵感来自电影大师 Fritz Lang 的默片杰作 Metropolis。两位设计师延续了 Bagley Miska 简洁摩登的晚装风格，在闪片钉珠、刺绣金沙上加入了大量的金属色泽，使得整体系列看起来十分奢华。秀场上模特们蓬松凌乱的发型呈现出未来感的气息，而充满几何线条设计的紧身礼服则唤起了人们对影片中建筑物的回忆。